便当是出了名了，不止在这个就职典礼上带头吃便当，开会也常吃便当。不过您知道吗？其实他是从担任法务部长到台北市长，一直到现在最爱吃的便当店在哪里呢？这是在台北市永康街的烤鸡腿饭。用餐时间，民众大排长龙，挤爆这小小的便当店，为了就是要吃马总统都爱吃的便当。觉得很不错。笋啊，还有菜脯。菜脯小东西耶。小的都超好吃的。吃过的都说赞，就知道这家店的魅力。马总统从法务部长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最爱这一位到底有多好吃？烤鸡腿便当120元，有超大的烤鸡腿，但最虏获马总统胃的就是炒青菜，还有菜脯，咸水鸭饭也是店里的招牌。马总统比较爱吃就烤鸡腿，这样对，没错。那你们的菜色是怎么样？有什么样特色？因为我们只要清淡呐、他也喜欢吃菜脯那样。还有青菜，不油不腻。订最多是订几个？是他们100多个也有啊。不止自己爱吃，还假后倒修补。总统曾经订了上百个便当给开会的官员吃，这家便当店还真的是虏获总统和平民的胃。中央社蔡长光、李佳远台北采访报道。